庆祝今年一度的父亲节，北港镇公所上午是来举行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总共是有29位各地所推荐的模范父亲接受表扬。其中公民里的蔡宏明，伊是北港朝天宫曾义团的前理事长，因为伊热心公益，无私为家庭付出，今年代表北港镇接受县府的表扬。活动也包括着镇里的幼稚园儿童和社区妇女团体，拢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场面是相当闹热。今年北港镇模范父亲表扬活动伫北港镇立图书馆盛大来举办，伫受奖人员上台进场，主办单位安排精彩的歌舞表演来娱乐大家。大家就知道，咱讲伊啊，平常时咧伫厝诶，就是要顾一个家庭，啊，要饲养着咱的子女，会使讲是非常的伟大。所以讲是着咱邻里厝边而乐，才有法度是着咱国里来甲你推荐参加今仔日咱北港镇各界来甲你做一个表扬。今年北港镇总共29位模范父亲，伫冠上的陪同下，一一上台来接受表扬。除了模范父亲的冠上来献花以外，也有单位是送便来祝贺。就预祝爸爸父亲节快乐。对啊，辛苦了爸爸。还有什么话跟爷爷讲？阿公父亲节快乐。大家都知影，咱爸爸甲我叫做爸爸，那像一座山，大风大雨拢唔惊，每日为着家庭咧打拼，请养子女，拼着好名声。这就是咱上好上好的写照，拢显示着咱所有的爸爸的辛苦点。今年北港镇的模范父亲公民里的蔡宏明先生，因为热心公益，无私为家庭来付出，由公所推荐代表北港镇来接受县府的表扬。啊，就无少气焰啦，内心感觉真十二万分的真欢喜啦，哦，真光荣，佮真欢喜安尼啦。天家的每一位父亲在囡仔心目中，拢亲像山同款的伟大。北港镇长张胜智希望大家爱怀着感恩的心，无论是父亲节、母亲节，拢爱及时来友好父母。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